裸体，对，然后铺了一块布浴巾，刚出浴的感觉。我爸是养殖渔业，我爸是渔监，是特别的，就为我爸这样子。嗨，早安，我还有，现在是早上6:17，好健康哦。好棒的，早起太快乐了。你有睡觉吗？我有。你知道我没睡吗？没睡，我猜得出来。我原本想睡的，但是因为有太多拍摄的东西，我在那边想脚本，所以我根本没办法睡的。好啦，走吧，去台南。好。这狗从很小的时候就我们家养，然后养大之后被上了爸爸的语文当追白鹭鸶的，结果没怎么追，变成我爸在追。然后这个桥大概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，只是现在可能有新的。这个桥比你们年纪都大。你有修过吧？我记得他以前没有长这样。有修过。然后它会短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小时候就在上面这边短。你要不要短一下？饲料。这是什么做的？这个是。那狗饲料。一样。木条边这个就是后面那一次的。所以你要推过那个木条？先不要。我也觉得先不要比较好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做竹筏了。因为一只脚要拆两只管子，不要成筛，一只管子出航。出航啊！我要在哪？你就在那个位置啊！你要这样蹲着吗？你要这样半蹲吗？我平衡感超差的。这种养殖法叫做潜行式养殖法，它的优点是阳光可以照到池底，然后池底会长一些藻类。可是之前不是说吃藻类是比较健康？对，它的 DH 也很高。但别的鱼温会这样养吗？别的鱼就是传统的养殖方式了。那现在养殖鱼的方式都是分食，然后纯粹只吃饲料。就是养出来就是比较肥的那种，那个肚子的脂肪是超厚。对，那个油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了，已经不是健康的鱼，已经不含 DHA 了。等一下啊，然后这样打出去。他这个手法，我就是在日本的时候看过，他在打那个。行李池的饲料，把这慢慢打在我身上。这样啊？这样也可以，像打网球那样子用。你会打网球啊？他们打多久？我也不会打多久。我要听啥？啊，这样子对吗？可是这样子一池太丑了吧？ Nope。这样呢？这样几分？这里哦，他之前喂的饲料不干净。啊？文心妇女心。忘记，我其实也撞得到这个的天花板。好，我可以让你推。啊，回程就不怕了。
我可以的。确定吗？可以。你先看一下，我对准。没有，我其实不好。有了，我成功了，推到哪？放这边就好。啊。是刚买的青花霜。要先把鞋子。哦，先脱掉。哇，等下我先比一下这高度。正常是要在哪？是要穿高。而且我现在还是垫脚尖的状态。哦，没事的，你就穿穿看。看，不行，太大，做速度快。没有，它这是最小的。这是最小的。然后后面。我现在看起来好像，我想看一下我长什么样子。我像什么啊？你像。你披了一块布，你说浴巾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用裸体。对，然后铺了一块布，浴巾，刚出浴的感觉。哎呀，现在是早上几点？现在早上6点。哎，那你顺便麻烦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刘家仲，我怎么不是介绍？这上面的都有写，不是叫你念名字。然后呢，这家是从我大概小学的时候，我爸捞鱼，每次都会订这家粽子，然后给所有人吃。所以在我们的那个印象里面，只要捞鱼吃粽子就订饭。然后这个粽子跟北部粽差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家花生粉，给大家看看花生粉粽子，台南限定。就是记忆中的味道。活到我了，哎呀，有点疼了，我把你给我，有蓝的鱼啊，你看，它游过去了，哎呦，超级多哎。三月五月啦，黄鸡啦，黄鸡皮啦，十二十四啦，十四那个叫十四二十八来冬至，三二三二十三二十七啦，上二九啦，二九三十二啦，三十三啦，三三三十六啦，三十九啦，上十一。八十八八十七多八十七。八十七了，阿端有八十七了。这个接了什么顺序嘞？阿公啊，啊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个问题。哪个问题啊？不要紧，你都问。就是。我想讲老李来哦。你就要知影迄个歌要安怎唱啦？知呀。我咧点鱼啊。钓钓钓，点鱼啊，一个。太少诶，伊这歌吼，伊若要搁唱歌较长啦，较若要长啊，咧唱歌吼较袂使啦，较长。哦，就是很难讲什么。对对对，差不多的意思，差不多。这是一个刻在血液中的。没错。第一的吼，就注意点就来了。啊，你个彪。等于说这个歌它没有一个规律啊，大家每个都有不同节奏。那、啊、你要一次算三支，一次算五支，其实都可以。那、啊、你自己的调你也可以，你也有自己的风格。Uh-huh. 然后就是大家互相配合这样。Uh-huh. 所以你也有大概懂了吗？就是要有自己的 style， 就是有点像 rap 一样。对。自己的 style。没错。节奏。它都 freestyle 的。freestyle。对。对了，懂了。对。我的，我来看看你啊！那这边有个两个红诶。
上社会啦，上市啦，上市啦，上市来上班啦，上班来上。啊，那这里这里对，哦，原来呀，造呀，啊，这这对，啊，好。现在大概9点多，快10点。我爸说，就是比预期的早结束，只是他们现在在做收尾工作，被嫌弃速度太慢了，所以我被赶上岸了。其实这一整趟下来真的会超级累，这数一数就跟数羊一样，就会开始进入想睡觉的状态。一这样子三只。其实这些工作就从小看到大，但是我算是今天第一次自己下去帮忙。这其实就只是卖鱼的部分。其实我觉得真的辛苦的地方是要好几天都就是在这边过夜，然后随时就是注意鱼的状况跟鱼温的状况。我爸妈就虽然说，就是这十几二十年来，他们都，我们都算是生活得很节俭，然后他们也是赚钱赚钱，但我觉得，就是成长过程中让我觉得蛮感动的是，就我们家人虽然赚的不多，但就是我爸妈会把省吃俭用的钱就是存下，然后带我跟姐姐们出去玩，他们会想要就是跟我们一起创造一些很快乐的回忆这样。讲一讲，突然就很想哭。哦，就是有时候别人不是会问说，就是你爸妈是做什么的？然后我通常都是只说我妈的职业，就很少会说我爸的。反正小时候有段时间就会觉得，好像讲说爸爸是养鱼的，会怎么讲？会被别人看不起吗？这样，心里面小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我真的对于那时候会这样想自己，就是觉得我这样想真的对我爸太不公平，就我爸那么辛苦这样。啊，哦，烦了。就是现在一路看下来，然后加上就是今天也是亲身体。我爸是养殖鱼业，我爸是鱼这件事特别的，就为我爸这样子。用手捧起来。好嘞。啊，今天的会议这样，这样啊，手这样。哦，对。对，拿手啊！哦，哎，爸爸吃不要吗？对，拿起来吃。拿起来吃。对，拿起来咬。在开玩笑吧？开玩笑对。对对对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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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妈，我在摸鱼。妈，我在摸鱼。在摸鱼。他说你很漂亮，对吧？然后你爸爸说温某笑脸是，就说我老婆年轻的时候也漂亮之类的。哪有？他没有看什么，爸爸很早哎。